我原本咧就預咗兩三問題問你，咁但係我發覺你都冇回應正話議員有兩個問題，我不如跟進埋先啦。正話何經元問你到底係咪設計失誤？因為你而家整咗個監察器，咁你咧就話個監察器有助於你盡快去啟動翻個系統。咁既然呢樣嘢有助，而你一樣有助嘅嘢今日冇，咁即係係咪即係表示原本設計失誤咧？你都要回應一下啦。第二樣嘢咧，就係正話范威議員問咧，就政府回應咗啦。八分鐘咧，你要通知政府，亦都要通知傳媒。但係嗰日咧，你係8:16到8:41咧，嗰度就唔係八分鐘嘅。咁政府咧就好明顯就冇一個懲罰機制。咁但係你哋要解釋一下，點解政府規定你做嘅嘢，當日你冇做咧？跟住我咧就想問問咧，你睇翻正話個圖。香港呢就是分秒必爭的地方、啊、我們立法會呢遲兩秒鐘入來都流會的，所以呢幾十萬人搭車呢一分鐘就是一分鐘。你現在那個那天發生的事呢，就是你的信號系統發覺有問題，你就去重新啟動。你明知道重新啟動呢是最少都需要12-13分鐘的，你其實仲有一條路可以走嘅咧，就係翹隻手乜都唔做，咁佢咧就會跳到去嗰個後備電腦嗰度，係兩三分鐘嘅啫。咁如果你當日有翹隻手乜都唔做，俾佢跳到後備系統咧，其實你兩三分鐘已經知道同信號系統冇關，就去查嗰個數據系統噶啦。但係你就花多咗10分鐘喺度搞嗰隻信號系統，然之後發覺唔得，先至去睇嗰隻數據系統。點解你當時有3分鐘條短路唔行，行條13分鐘嘅長路？係咪當時啲人真係經驗不足？你哋要明白啊！你哋喺度掌管緊幾十萬人嘅福祉，每一個人去決定點樣查一個問題嘅時候，係咪要一個好資深嘅人？係咪經驗不足？另外仲有一樣嘢，當你發覺嗰個信號系統冇事，你去查數據系統嘅時候咧？你唔知道查咗啲咩出嚟嘅，可能又再拖嘅，咁今次就係啦。但係你可以即時咧跳去個後備控制系統，直接去到青衣嗰個控制中心 ，bypass 曬呢個數據系統，即時啟動嗰架列車嘅。嗰度至少慳翻，我諗都7分鐘、8分鐘啦。點解嗰陣時唔係即時 bypass 咗佢去咗青衣，喐咗架車先？再去查你個數據系統發生咩事呢？嗱，呢兩方面其實你哋係真係處理得不當嘅。嗱，嗰幾個問題你回應一下好嘛？好，多謝主席嘅提問。首先講翻嗰個設計嘅問題。嗰個數據傳輸系統嘅設計咧，係正常所有大型嘅數據傳輸系統咧，都係好相似嘅設計。咁當個路由器，當個運作中嘅路由器失效嘅時候咧，就由後備或者我哋叫備用嘅路由器咧就接管。咁但係咧當日發生嘅情況咧，就喺佢。但你知道你呢個備用嘅路由器咧，係一定唯一可以啟動咧，就係佢完全死咗火嘛。係。佢不穩定嘅時候，佢唔會啟動嘅。所以你而家先整個監察器。既然你今日知道呢樣嘢，點解初初唔一早整個監察器呢？就個問題就係咁啫。明白，因為初初係唔知道嘅。佢嗰個路由器咁樣嚟失效咧，係喺設計嘅時候呢個一個好 OK 嚇，好有經驗嘅供應商。即係話一係就設計失誤，一係咧就 we don't know what we don't know 咁啦，係嘛？係 OK 得好。OK， 咁八分鐘係八分鐘。我相信我哋以前可能都同立法會解釋過，不過我可能想再解釋清楚少少，因為呢個八分鐘嘅計算咧，我哋叫做係去到總站嘅延誤嘅計算，我哋叫 terminal delay。咁所以可能譬如發生故障嘅時候咧，嗰架車可能係延遲咗4分鐘、3分鐘、5分鐘，但係去到總站，我哋先至計佢總共延遲咗幾多。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，八分鐘當佢發生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嗰架車或者發生故障嗰架車咧，或者係受到影響嗰架車咧，已經去到總站。咁我哋先知道佢已經係超過咗八分鐘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再通知所有嘅乘客咧，可能會引起混亂咧，因為實在嗰件事已經過咗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一般嘅做法咧就係，如果個八分鐘咧係仍然會發生嘅，係會影響到
行即係坐緊車嘅乘客，即係你先會通知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會盡量去修補先，係嘛？係啦，冇錯。另外嗰兩個問題，打一答短路慢行長路為咩事？主席，你問得好深入，因為好明顯你睇啲文件睇得好清楚。你俾少少時間我講一講。嗱或者我要用一幅圖先可能講得到。實在咧，我哋有兩個。頭先我哋講嘅時候咧，就喺文件度有，但係我哋咧冇詳細咁講。實際我哋有兩種嘢，一種咧我哋叫做備用系統，一種咧叫做後備系統。OK， 都係呢個數據傳輸方面嘅。嗱如果大家唔介意咧，我用踢波嚟做就解釋乜嘢係備用，乜嘢係後備。備用嘅意思咧，即係佢喺場度踢緊波嘅，喺運作中嘅系統同埋個備用系統兩個都係踢緊波。咁就運作嗰個咧就控住個球，即係踢緊個波。咁如果佢一甩腳咧，就個備用系統咧就會接嗰個波繼續踢。OK， 後備系統咧就坐喺場外嘅，佢要佢用嘅時候咧先至調佢入嚟。呢個明白。係啦，咁喺當時咧，實在我哋係啊，你當時俾佢跳到備用系統，你已經知咩事啦？點解走去重新啟動嘥13分鐘。係嗱我哋當時嘅同事一見到呢個情況咧，佢就入去咧就係重新啟動呢個信號系統。咁主席係啱嘅，如果佢當時咧喺度乜嘢都唔做，等5分鐘，發現嗰個信號系統係可以行得到嘅，咁佢就應該咧去跟住就去用個就知道係個數據嘅問題，就唔係信號系統嘅問題。於是佢跟住咧就去用個後備系統。即係經驗不足。係啦，唔係經驗不足，而係我哋嘅同事咧喺現場咧，喺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係好難乜嘢都唔做嘅。佢係希望去處理最可能嘅故障，係馬上做嘢。因為喺凡親有故障嘅時候咧，可能各位議員都會明白咧，係每一分鐘都好緊要。你要佢坐喺度等三四分鐘，睇下嗰個系統會唔會自動行，自動接管。唔好意思，我要 cut 你啦，我係主席，唔好意思，耽搁時間，遲啲再翻嚟啊。